一边倒退着前进，宋茜不时叮嘱粉丝小心后面的路人，注意安全。对于粉丝们的问题也都亲切回答。到了值机柜台前，宋茜发挥女汉子本色，想帮助助理搬箱子，但助理却连连拒绝不让她动手。宋茜只得老实地在一旁站着，冲助理露出一个可爱的笑容。换登机牌时，宋茜当着工作人员和粉丝们的面就整理起了腰带，瞬间扔掉了抱了一路的偶像包袱，大大咧咧的山东妹子本质毕现。宋茜在保安的簇拥下离开机场入境大厅，不过中途有一名挂着相机的女粉丝意外在宋茜面前摔倒，吓了一跳的宋茜见状准备上前搀扶，但是动作还是身边的保安快一点。不过宋茜还是帮粉丝把丢掉的棉帽捡了起来，果然非常亲民地说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谢谢。我切了一块吃，然后你们你吃饭了吗？你吃饭了吗？谢谢倩倩。姐，我不跟你笑了，姐，我不跟你笑。那么早，你们吃早饭没？真的，谢谢姐姐。谢谢姐姐。谢谢。我就转了个头，发生了什么？你拎着啊，这别吃，空起来。心疼，看见你就好了。我还以为你在说我。不是，心疼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boys and girls, welcome to the spectacular Thursday summer party. Hey!